哇，今天有美味的香蕉棉花糖吃喽！姐姐，你吃的什么呀？真好吃！哇，是什么呀？香蕉棉花糖呀！我也要吃。我这两个我自己不够吃，我不能给你。哼，小气鬼姐姐，那我用这个草莓糖跟你换，可以吗？啊，你要跟我换呀？好吧，好吧，我跟你换。姐姐，我要先吃你的。可以，那你先吃吧。好吃吧，佩奇？哇，真甜！那我要吃你的草莓糖啊！不行，我自己还不够吃呢。哎哎，小佩奇，你怎么跑了？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真是的！不行，我今天非得尝尝这个草莓软糖是什么味道，我要去买一个。鳄鱼老板，鳄鱼老板，你这里有草莓软糖吗？有草莓软糖，我买一个。哇，这个草莓软糖终于到手了，我倒要尝尝它是什么味道。小佩奇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哇，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。哇，记得点关注哟！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节上课。